赞，喂，赞，赞。这个臭豆腐，好不容易休息，竟然睡在这里看书，这也太过分了。哎呀，蝶衣，好好读书，别闹。行行行行，你看书，看书，看。哎，博士说的问答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生气了？没有啊，上一馆的学子。看书应该是本质啊，对不对？嗯，这才对嘛。你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博士只说了考问答比赛，他又没说考什么。问答比赛无外乎就是成语接龙、非黄连领。哎，行行行，你懂得最多了，行了吧？那你说考成语接龙，我考考你。好啊。我讨厌你。这也算一个成语啊？怎么不算？我讨厌你，句句属实。实，实不相瞒。瞒天过，实不相瞒，我喜欢你。你就像心情跟随着天，你刚刚说什么？实不相瞒，不是后面那句，后面那句，那句我已经说过了，你再说一次。行，那你把你之前的话也再说一次。不行，你先说。说一次嘛，不说是吧？哎，不敢，不敢，蝶衣，不敢，蝶衣，不敢，就不敢，蝶衣，别闹，蝶衣。这瞬间花香飞满天，空气像触电，心花怒放的脸，等候着爱来临。叶君子，我是不是说考那个飞花令，你怎么会考沈学子，不是严学子，哎，那个两位学子，什么事？那个，老大叫我来催你们去双月湖做烤鱼。这个糖糖连烤鱼都不会，是，我去帮帮他。我也去。我想要，你说的这么吞吞吐吐，我怎么听得见啊？你从早上就盯着我看，该不会是想要弟弟送给我的玉白金吧？我想要娶你，蝶衣，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娶你。那这个你还是拿着吧。那我想要的聘礼你恐怕没有。我家什么都有的，只要你想要我都给你找来。那我想要天上的彩虹，你要是能把天上的彩虹放在我的手里，我就嫁给你。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蝶衣，我还没有把彩虹放到你的手上，我们就阴阳两隔。依依也一直很想念你，想为你找出身世，我确实不应该因为伤心而怪他。
哎，瘸腿，你过来干嘛？这是你地盘啊，你管我？你，哎，别动啊！你干嘛？蛇，有蛇！哎，起来，沉死了！你还给我！什么还给你？这是我的，你还给我！我的！什么还给你啊？你无赖！就算我是无赖，那也是跟你学的。你要怎么样才肯还给我？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那你把天上的彩虹摘给我，我就还给你。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的？把手给我。那，那个也要。哎，给我！不是抢啊！给我！哎，你还给我！哎，你别动！我明白了，原来彩虹一直就在我手中。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小女，谢谢你。你个流氓！流氓！你为什么要占我便宜？谁占你便宜啊？打死你今天！问，哎，你的便宜有什么好占的？别跑！小女，站住！听我好好说。占我便宜！独孤，蝶衣走之前说今天晚上要跟我们把酒言欢，秉烛夜游。那这酒，这酒肆怕是也要关门了。我这边去。独孤，再帮我个忙。独孤，这独孤。蝶衣，这火雷团子可真奇妙。半仙儿。我都跟你说了火雷团子的事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啊？好啊，你说。我想要皇宫玉器所的地图。玉器啊？你想要玉器，我命人送你便是。不是，我不是想要玉器。那这皇宫地图是机密啊，我这……心远，你别多想，只是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之前在宫里最自由的时候就是放风筝的时候吗？你还跟我说过风筝所和玉器所相邻。对，所以我就很好奇，我想下次进皇宫的时候过去看一看。原来我说过的话你都记得？当然，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那你也喜欢风筝了？对啊，我还挺喜欢风筝的。蝶衣，我有时最开心的事便是放风筝，只有那一刻我是自由的，我可以离开高高的围墙，跟着风筝飞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遇到你之后，你就是我的风筝，带着我的心飞到了我也看不见的地方。